清晨将近六点，天微微亮，砂石车准备开出停车场，出门载货。路口时，等砂石车和机车先冲过去，接着左转跨双黄线，左侧小货车刹车不及，高速拦腰撞上后车轮，当场零件炸开。消防队员赶到现场，使用油压剪破坏车体，因为小货车驾驶被钣金夹住，受困车内，满身血，奄奄一息。救出后送医还是宣告不治，而副驾驶座女友则是重伤，捡回一命。我看伊车伫九十米嘛，佮离我都远嘛，我唔敢加我，再得紧啦。死亡车祸发生在高雄燕巢区安昭路，砂石车违规跨双黄线左转，造成运送蔬果小货车刹车不及，猛力撞上，一死一重伤。肖姓男子驾驶砂石车违规跨越双黄线左转，未注意车前状况之货车驾驶发生追撞。砂石车违规转弯害撞，造成小货车情侣档一死一重伤，砂石车驾驶被依照过失致死罪嫌移送法办。记者洪昌腾、王淑红高雄报道。